Hello， 各位好。上个月呢，半年没更微博的金凡预告了一波 MIUI 14，号称呢是要做最精简轻巧的手机系统，要重回巅峰。这次呢，随着小米13系列的发布，新系统终于是正式亮相了。这段时间我们也简单的体验了一下，跟大家来聊一聊新系统有哪些变化。首先，最直观的变化是视觉上的。MIUI 14总算是支持大文件夹了，采用的是四宫格，大图标可以直接点击应用，小图标是打开文件夹。三个外露的应用呢，可以选择开启智能推荐，根据平时的使用习惯来进行排序显示。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新的桌面图标和胶囊小部件。小部件其实 MIUI 13上就有了，但是之前呢，只有这个的时候，在桌面放一个小部件总有一种违和感。现在呢，桌面的图标也支持四种尺寸，搭配起来感觉就舒服多了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排列组合。小部件这次呢，还增加了可以互动的花宠 3D 小部件，没事呢可以戳一戳解压。目前体验当中暂时没有发现什么明显的适配问题，就是有时候啊，从桌面点击音乐 APP 能看到一个先跳主页再跳详情页的过程，有点割裂，估计呢后期也会优化掉。其实呢，说实话，视觉上的这种变化除了图标之外呢，其他 UI 上的变化就很少了。除了系统设置界面图标统一加了框，负一屏针对小米13系列新增了滤镜包和镜头包卡片之外呢，基本呢没有区别，交互和动效等等也是基本上没有变化。系统升级，但是设计风格不会明显改变，这也是现在不少厂商更新系统时都在采取的策略，视觉和交互小改，一点一点来。毕竟呢，用户体量上去之后，任何可能造成用户习惯大变的操作呢，都是要慎之又慎的。那这次新系统最大的变化在哪里呢？关键词是精简。现在不管是手机系统还是三方应用呢，随着功能的不断增加，都在变得日渐臃肿，尤其是运行内存占用。现在手机的内存越堆越高，还有各种加三加五的内存融合，不能说没用吧，但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无奈之举。所以小米的选择是对自身的系统开刀。第一刀是系统固件。 MIUI 14的固件大小官方数据是比 MIUI 13降低了 23%， 这个幅度呢还是非常大的。包括我们看安装了最新版 MIUI 13的小米12 Pro 对比小米13 Pro， 新机的系统固件确实是下降的趋势，等正式版推送之后呢，也可以再去验证一下。第二刀则是最关键的系统内存占用，主要是通过排查自启动进程来减少开机启动项，最终呢来减少开机内存的占用。第三刀是系统应用开放了卸载权限，最多能删到只剩下8个基础功能，当然删得够多，后期使用的内存占用呢自然会少。不过相比系统应用开机就有的推荐还有热门这两个文件夹，可能才是大家最想删的。其实呢，从这个精简力度上来说，叫剃刀计划呢还不够狠，感觉跟刮痧似的啊，建议直接叫砍刀计划。哎，这个时候有人要问了，广告砍没砍呀？啊，没有。不过理论上，只要你系统应用删的够多，看到广告的几率啊还是会相对减少的。在此之外呢，对于后期的使用还有两个减负的功能，一个是重复文件清理，这个微信里是最常见的，还有一个是低频应用压缩，长时间不用会对占据存储空间的编译文件进行压缩，目的呢就是节省系统空间。还有一个好消息是，新应用现在是需要主动索取通知权限，所以首次打开的时候直接选好，能省很多麻烦。这次的通知栏的常驻应用通知也可以和普通通知一样，右滑关掉，好评。这样基本就能避免长时间没解锁，一点开就通知炸锅的情况。前面呢都是对系统本身各种冗余功能做的精简化操作，体验的话还是得看流畅度。新系统上搭载了全新的 MIUI 光子引擎，主要是从安卓底层内核下手。这张图里就是具体的优化方式。其实大多数要解决的流畅体验的问题是建立在第三方应用上的。新的引擎主要就是联合开发者进行深度联调，提升各种高频使用场景中的流畅度。短时间内我们没法给出这种量化的数据来佐证，单从主观使用体验上来说呢，流畅度确实可以。剩下的一些升级呢，我们来快速的过一下。一个是针对隐私安全的，主要是对端侧的隐私能力进行了强化，可以不借助云端实现端侧图片提取文字，以及通过小爱同学进行端侧实时中文翻译等等。互联互通上的 MIUI 14优化了发现、连接以及传输的速度。妙想中心新增了耳机流转功能，可以通过拖拽直接连接平板、电视、触屏音箱等等。不过呢，这里还想问一遍，当初说好的针对 Mac 端的 MIUI 加还有希望吗？这次系统更新之后呢，米家应用也进行了升级，聚合高频常用场景，提升查找设备的效率，还增加了全场景通知、中控屏的环境视窗、电视画中画等功能。对家里有各种米家智能设备的人来说呢，全新的自动化创建功能也是一个不错的升级。
另外呢，针对家庭提供的各种共享、守护以及健康功能等，也是这次更新中一个非常不错的升级点。基本上对新系统的体验就是这些，时间有限，有一些具体的功能可能还需要深度体验，包括一些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 bug。 有机会的话呢，我们之后也会出一些更详细的体验报告。这次系统升级官方也给出了适配计划，可以暂停查看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次 MIUI 14算是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，用户最需要的无非就是稳定流畅，能从系统本身开刀就是一个好的开始。至于能不能重回巅峰，目前呢不好评价，还是得看后续大家的使用体验和反馈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